各位朋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今日是2020年1月13日，选了第二天吼、哦。啊，明仔拜二，同阮甲新闻之声有连线吼、哦。啊，今日讲的话题，明仔可能一电台，或者较有一寡敏感问题，不一定会讲。啊，今日先甲大家来小可啊，做一评论一下。那么最主要来讲两项啊。我之前捌讲诶，即摆一寡轮廓渐渐浮现出来。对，李登辉是啊会接受蒋经国诶即个提拔吼、哦，啊提拔敢无条件，绝对有诶嘛。即摆小可显现出来，甲即届选举嘛用为只小党看出来吼、哦。啊，第二啊，最近一寡只诶开票疑云啦吼，当然咱无证据，但是。实际上，慢慢都有一挂蛛丝马迹出来吼。咱这两点今日来稍微来讲一下吼。啊，尤其啦，尤英龙来讲，放蔡英文停止罢韩哦。诶，啊，我昨昏无咧讲罢韩见尊章，诶，有人就跳出来咧吼。所以尤英龙有诶讲啊，这都开玩笑啊，这啊变啊人马。其实我是无安尼咧看，吼、哦，因为咧，这个有小可来看着讲，当初伊加入民进党2024年，1995年2月28日啊，伊是安怎入来？吼、哦，啊，伊的出生背景是啥？伊是政大政治系，要去台大政研所，啊，赶快出国留学，回来一耽误就做副教授，啊、哦。助理教授、副教授、正教授，啊，我讲正大班吼，一转来就是党校，拢是党校的出入。所以讲这出生背景吼，我就对伊小可一耽误教书的人吼，包括徐永明、包括罗志正吼，啊，遮拢有问题啦，一个慢慢来跳出来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因为这个蔡文、马英九、宋楚瑜等等的，包括韩国瑜，拢是。即几校出来嘛？啊，即摆就是看讲，当初阿扁也咧呼吁讲，台湾精英入民进党，吼、哦、啊！1991年，就罗文嘉甲马永成啊，买出国留学，第一任台大学生会长呢。我讲即摆台大学生会长都有问题，吼、哦、啊！即甲李登辉有关系无？计较有关系，因李登辉做总统啊，要连任啊。是毋是分配几个去？啊，所以有些东西是安尼关联去的。所以我讲，如果伊即摆一寡问题慢慢出现时，吼、哦，比如讲啊，伊是2018年12月12日啊，忽然间伊讲要选民进党党主席嘛，伊讲民进党挫败，哦、啊。串门的安排，左宗泰啊，嘿，啊，伊记你讲哦，2014年时，苏贞昌要卸任时，诶，啊嘛准备后任的要选2012年总统啊，迄当阵，苏贞昌唔啊，甲伊的前金嘛，伊的校主串门选，结果。那想讲一个在选尔，结果一个，卖讲乌龙子啊，一个郭泰林啊，我唔捌看过伊名，我嘛是民进党员，嘛冇看过伊名，忽然间跳出伊要选啊，吼，啊就四界去宣传咧，我讲，啊这是要甲伊选啥？迄种塑造一个啥？我不是一言堂，我不是，哦，同俄竞选呐，就是有人要甲伊选啦，啊你看。哦，安尼伊毋是同俄竞选呢，所以大赢呢，吼、哦。啊，即届伊是亲点左宗泰嘛，啊，左宗泰当然嘛袂使家己咧选啊。哦，所以尤云龙就跳出来。啊，同款啊，我讲尤云龙若要安尼选，嘛无可能调啦。所以嘛，等于陪绑啦。我嘛四界来宣传呢，啊，咱嘛只啊吼，安尼一窝蜂，大家是讲。好啊，无嘛，最起码比串门安排左宗泰即个叫别啊，哦，
对民进党也有加减机会。阿翔其实对姚彦龙还是有戒心，但是呢，因为伊是东吴大学教授嘛，但是我讲，咱拢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嘛，哦，啥人祸害较济，哎，啥人对本土的民主进步的这个过程较有利，哦，咱就会去尽量甲支持。哦，包括赖清德，我嘛讲赖清德不值得期待啊。但是如果若有人甲蔡英文来办初选，当然咱毋是乐观其成啊，是安尼的心意尔，咱嘛袂放心新潮流的人啦、啊。哦，啊，共款啊，啊，果然输啦，吼，输啊，毋是叫足歹看，但是嘛有一寡差距啊，差袂五六成嘛，吼、哦。啊，但是我发现郭台铭的时阵嘛，即拢等于是陪伴嘛，毋是一言堂嘛。啊，事实上，你无去甲伊即个真面目凸显出来吼，可能就选举。啊，所以啊，就即届的选举，啊，变个总统是讲吼，一兵一国，是不是要用什么样子的策略啊？当然嘛是拜托哦，以前盖有演员的哦，凯南学校演员的，即姚彦龙来做民意基金会、民意基金调查基金会。来做民调啊，结果今日浮出来讲哦，啊，原来这民调拢是要凸显讲一边一个也有机会3%外，吼、哦，结果大家钱开落啦吼，啊，讲准备要写嘞，啊，变嘛出名啊，结果啊，怎啊去打脸嘛？安尼到底是甚么款呢？所以我讲哦，一项代志一项实在一个例子起来吼。包括我昨仔咧讲罢韩见真章时啊，哦，我昨咧强调讲哦，即、這个选举有一寡离奇的部分啊，你无厘清的时阵啊，我感觉我当初我就讲哦，即摆国民党、共产党、甲民进党遮拢咧策略联盟啊，主要卖互本土派出线来有像阿扁安尼三加女无去哦，去互钓去，迄款个机会就好啊。因为我等下讲李登辉的代志，哦，啊，所以安尼出来时，反正拢同路人嘛，所以我讲吼，蔡英文应当袂叫因来罢韩啦，啊，当然毋是完全无可能，啊，因为这种伊的策略应用，有罢韩，有用心要罢韩的时阵是安怎，无要罢韩的时阵是安怎？无要罢韩，就是随现行嘛。啊，若要罢韩中间，就可能就讲，哎，韩国的你趁有够啊，后壁一大堆利益互你啦，哦，啊，你用罢韩成功不成功再说嘛，看各种市民的嘛。伊个即摆要罢韩哦，不能绑大选的时阵啊，难度嘛要真悬啦，哦，啊，所以我毋只讲。罢韩见真章，果不其然啊！我讲蔡英文呐，蔡英文讲吼，咱得饶人处且得饶人呐，啊，咱毋好阁落井下石啊！啊，即个姚彦龙今仔讲诶，咱秘书诶代理人讲诶，甲我昨日透露出来，有小可味道呢。我蔡英文，你已经飞龙在天啊，所以无共人讲话的口气是无共，但是殊途同归啦，用途拢共款，共款穷寇莫追啊。讲话是较袂输你甲消遣，你甲恶意，但是若要串门来讲，就讲吼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有感无？吼、哦，所以我毋才讲，这是第一关啊。啊，所以即摆公司的议员嘛，小可。你配合啊！伊讲哦，道歉吧，赶快回来肃正啊！啊，伊若道歉过回来肃正，你毋是无罢免的迄款的正当性啊？啊，是毋是做球互伊，互伊落楼啊腿？哦，所以即若无中央配合，因才会讲遮话哦。所以啊，我食毛不熟来啊人哦，昨我着预告啊，果然足紧呢。我本来是讲会等两三天的，嘿，结果今日拜一开始就
有人咧演戏啦，吼、哦。所以我本来讲，基进是毋甲为客户遮以你当局的人吼、哦，准备爱骑虎难下，啊，无你对不起你的支持者，哦，所以又搁演戏一下，吼、哦。啊，到时一关我咧，啊，连输哦，啊，歹势无过，爱二十几万，啊，过来毋来两万外偌济啦，吼、哦，我认。啊，到时过来讲，哇，要罢韩时啊，大家点么讲？哦，人韩国伊即卖吼。有改过自新啊，吼，用心来助阵啦，吼，啊，所以啊，这可能吼，莫遐安尼穷寇莫追，吼、哦，好，啊，我即摆讲，啥有因两个出即招，所以今日有人讲一边一国是毋是要解散，啊，又讲一边一国是毋是爱叫有因两，啊是徐文龙加靠民望诶来做党主席，因为即摆。总招杨启文都选甲歹，啊，家己个性有问题，家己先闹跑先死掉啊，吼，啊，是毋是个计？啊，今日个有人讲，安尼是毋是先蹲请他不要出主再回来？讲不要再玩这个把戏了。所以讲，当然一边一个行动嘛，有一寡内部的问题啦，即值得啊好好来解决啦。但是我咧讲吼。李登辉即摆个轮廓慢慢出来，所以你若看李登辉，1945年至1947年是参加共产党个，哦，啊，四八年忽然间又去过读台大，然后又去东京大学，哦，啊，尾啊，佫去外国留学，我知啦，哦，回来，诶，啊，就。去农副会哦，农业局哦，加做记证。注意哦，时间点，1971年哦，伊才加入啊，当个国民党，加入国民党。72年，行政院长啥人？蒋经国，嘿，伊就叫李登辉做伊个政务委员，政务委员。就是行政院长的钦差大臣啊呢，因为迄当阵拄开始有法度做蒋经国行政院长的政务委员，就是叫伊去苏院地边嘛好，啊去遐做安抚的动作呢，啊是跨部会协调呢。迄当阵的政务委员是比即摆权力加偌大个，就表示要提拔李登辉啊嘛。那么李登辉。一个是无党诶，捌做过日本兵，啊，搁参加共产党，是啊，会得到蒋经国诶青睐，一定有第二嘛。因为因两个拢共产党出身诶，有共同的味道，而且伊咧从咧归属于讲台湾人，煞咧，搁有类似讲啊，即有历史诶，也是讲即有。以前日本吼，也是讲知影的即款角色，所以啊，绝对交代伊讲哦，你台湾人较济人，后摆啊，才党外绝对会来抢权的。那么你要确保中华民国存在，啊，所以啦，你爱去安抚遐个独派。甚至去甲梳头嘛好，弄落嘛好，安排一挂人士啊，吼、哦，最后因卖，互台湾独立，也是卖变鬼变怪就好啊。你看，1972年甲1978年，都有法度互伊跳级台北市长，三年后，一年81年就会做省主席，84年就阁跳几啊级。做副总统，伊身边的副手，比迄当阵的哦，这个迄、那个林荣干啊，林荣干早一届做台北市长，嘛早一届做省主席的，结果副总统无林荣干的份啊，因为林荣干吼，听讲伊这个嘴吼爱啉酒，嘴较袂收秘密。啊，煞咧，较豪爽，无像李登辉沉稳较凶，甚至佫会听话。所以，即摆渐渐都浮现啊，
七二年就李登辉就有法度去苏营地比，政务委员就知影讲，你各县市咧选县市长时，到底有啥物款的美角啊？总理苏建、柯信良，1977年，总理苏建就是柯信良啊。啊，柯信良谁安排去选市长的？若无蒋经国的所困，伊真正敢敢选？抬头呢？你无听我的话，对无？李登辉改，莫怪柯信良尾仔有甲李登辉挤啊，两个党主席当然反世界嘛有啦，但是柯信良总理事件也无代志，过来两年后美丽岛事件，伊竟然会用提早几工出国，啊都无去互关，吼、哦，啊所以李登辉安排的是为。这个时阵，1977年、1979年的美丽岛，1988年的这个李登迄个州长的巧遇时，成立的台大学生会，表面上是讲为了学术自由要来反李，但实际上李登辉嘛安排人啊，去甲笼络，去甲做一个筛选啊。1990年野百合事件，3月时，是那家人。啊，那安排，尾仔有诶，拢走来民进党啊，包括林佳龙、陈其迈、罗文佳、郑丽文、郑文灿等等诶，即卖是显现有可能拢是李登辉人诶，无就作为批判说头嘛，所以1991年，罗文佳本来讲要安排出国，是啊，忽然间去阿扁诶立委做办公室助理。慢慢答案就出来了，所以李登辉就是选择蒋经国的命令嘛好，指示嘛好，伊知影讲哦，小蒋会知影讲，伊身体无好，早晚有一天会起来，已经安排李登辉去固守这个党国的集团啦。所以，除了遮的人以外，1977年、1978年、1979年，等等，遮最主要有一个人物是因共同安排的。你敢要感觉真奇怪？蔡英文的老爸蔡杰生甲李登辉在遐好，啊，蔡英文吼，你甲看起来哦，除了蔡家是中国上注重的一个家族以外，政商关系特别好以外，因为是台籍里面。政商关系，跨政商最有影响力、最重要栽培人，而且啦，你也感觉奇怪，李登辉甲宋的、马的，连呢拢有过节呢，啊，甲蔡英文无呢，啊，行动赵少康、易务民等等的人选者，对李登辉拢真感冒呢，尤其赵少康、易务民者，但是蔡英文。伊个林全、赵少康拢是伊个人呢，啊，你看，李登辉、宋楚瑜、马英九、连战、王金平，因内底有当时啊，也有意见无合，啊，无就踮啊表面上还有遐搭来搭去，为着家己个利益、权利，因为拢是国民党内底，会争权夺利。啊，拄蔡英文拢是边啊，每一个人甲伊拢啊足好个呢。有感觉奇怪无？跨党派呢，跨各个重要的政治人物呢，国民党的政治人物呢，每一个拢输赢在比。尤其啦，当初无咧讲夫人帮跟太子帮，啊，即摆传起来哦，你像最近彭文正的另外一个节目哦，即、这个、童文晨啊，伊咧讲啊，当初蔡英文去美国。除了李登辉的开那大学以外，嘛是有宋美龄的迄个 Henry Luce 这款关系密切的基金会在给帮忙，啊，包括以前以及海霸王进前的落马饭店，甲这个所谓的这个林口大饭店，遮的美金俱乐部，遮美金俱乐部就是俱乐部嘛吼，遮。拢是甲宋美龄的人马有关的，
表示啥？因蔡家有接受宋美龄夫人派的这个栽培，吼、哦，你想这个郭宽敏嘛，咩、迄个顾正甫嘛，甲因某顾元卓演傅联会这嘛，甚至那李登辉是蒋经国的人马，啊，所以甲小蒋的太子帮，买融洽呢，这算奇迹呢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你啊看。蔡英文是人讲诶，这是独天独厚呢，是国民党是如鱼得水呢，各派各系各人各马，夫人帮、太子帮，吼，拢左右逢源。当然你要看，即摆大家随个随个是毋要听伊，所以讲民进党即摆是国民党诶重点任务来遮复兴，变做。新的国民党的领头人啊，所以安尼李登辉的英魂甲即个哦，当然也未归用啦。问题就是遮嘛，吼、哦。那么第二个问题就讲，我讲李登辉安排遮绿色的小党，即九个党，只有每一个诶要众矢之的，就是讲规个目标拢是咩啊？要予阿扁啊一边一国歹看，袂使予徛起啦，只有政绩咧。我来讲激进侧翼啊，何德何能啊？时代力量都是全国性靠民望啊，激进是高雄甲台南做大本营，啊遐拄好一边一国阿扁啊故乡是台南，伊即摆大个所在是高雄，啊所以伊个支持者包括郑新洲。而且电台是一高雄市，虽然是全国性，但是这听友要动员才上紧，过因为伊的听友大部分是高雄陪伊的游览车，不时呐几个月一届到几四五台，甚至要成十台。所以伊的听友甲这支持者，有法度当然拢是高雄、屏东甲台南者嘛。啊，所以影响力上大就是高雄、台南。所以伊无法度叫时代力量一只，无法度生根，所以叫基金来拍嘛。啊，基金我看白挖白，看母挖母啊。所以即届选到三点一几趴，哦，你看看，我即届开票去看，时代力量甲基金是南部啊，几乎拢白票啊白票。但是除了台中，因为有陈柏伟之啊，互伊做一个上大机的，因为要甲。严清标因囝严宽恒来选啊，这是一台中是上大个新闻卖点呢，所以伊这宣传的这个有利的地方，都是有法度吸引票嘛。所以这个凭伊个口才，搁伫遐动用这个反送中这款的这个口条啊，所以啊，恰恰险胜，但是嘛带动伊个选票，所以。阿扁是台中中部的票嘛，去互揪走真济。啊，一只虽然讲中南部，尤其高雄、台南有分走时代力量的票，但是大部分拢是去互遮阿扁们因的家属啊，遮因的子孙啊、青年，拢绝对。我来分传单时，我就感觉，那个拢啊，算了，激进，算了，激进，迄就是。要甲吸走遮一边一个个，啊！你讲，啊！伊嘛有吸走迄个什么喜乐岛啦，吼、哦，台澎党啦，啊，即个什么，台联党啦，吼、哦，甲维新党，我讲遐拢李登辉个小党啊。有人讲喜乐岛毋是啦，有即个迄落无毋对，当初我嘛惊嘛讲喜乐岛有彭文正，吼、哦，啊，即个较有正义感个，有法度出来联盟时候，是啊，尾啊，郭培雄袂合。我头先讲啊，李登辉有这背景啊，啊郭培雄遐拄好就是李登辉1988年起，然后1989年，伊是黑名单加点啊，哈，黑名单当然有法度伫啊，伫迄个白灵芝，吼、哦，即陈丽秀因翁，吼、哦、白头啊，吼、哦，一场卢秀伊，加即个温慧珠，吼、哦。即个就是迄个过往的蔡友仁
因太太，蔡友全因太太，一遐乌名单店啊，来去自如，若无李登辉安排，敢有可能？所以你啊看，伊阁随转去美国，也无去用关。然后1991年讲要废除101，一定有成功好，因才会转来。包括张灿宏、李登辉，后来是李登辉人马啊，对无？李登辉自由会啊，做个伊秘书长咧。包括即摆选举的迄、那个，啊、哦，迄、那个迄啥人？彭，咱以前咱当馆长啊，啊、哦，这副总统较无，啊、哦，彭什么伊个啦，哈、哦，等下再查下知。啊，嘛是李登辉。自由会的这个秘书啊，啊，一个执行长，一个秘书长，干咪拢李登辉人，啊，所以李秀莲呐去找李登辉人，啊，李登辉人，啊，你唔找咩？哈，找几提有单，所以彭百显对啦，吼、哦，无在我南投人，记性开始较歹，啊，安尼显现出来，哦，啊，真正喜乐岛当初。7月讲要成立时，讲去找阿扁啊，讲找支持。我讲找支持好啊，啊，都甲整合啊，对唔对？啊，阿扁也讲好啊，整合啊，啊，卖用你的喜乐岛，嘛卖用我一边一个啊，因为一边一个都已经布局要叫人选啊，哦，要叫人成立啊。你看，伊就袂见，是郭背鸿袂见整合的呢？啊，什么道理啊？因为。你也看，遮个历史，包括台风党啦、啊，什么民政府的部等等个，大概拢要成立时，拢走去看阿扁啊。迄人要去哪？喜人阿扁啊，搁叹西施啊。你讲啊，请你甲支持啊，哎呀，支持就着中了他的圈套啊。啊，无甲支持，讲好啊，你无爱用整合啊。啊，外口拢就是用这个外口去丑化阿扁啊，讲阿扁也无爱整合啊，阿扁啊，拢家己啊、哦、要孤芳自。安尼有影无？答案慢慢浮现嘛。家人就是选择李登辉的令去喜乐阿扁啊嘛。啊，即么一个，所以喜乐岛有诶店啊，毋知影啥，毋知影骗诶，搁咧骗啥阿扁啊？是安怎郭背鸿成立中间，咱以前甲建议讲，你若买爱找阿扁们，啊找阿扁们利用阿扁们。结果钱叫人开开，无爱给人，迄个消失啦。啊，你是各地成立，哦，有活动，啊，是啊，无爱留下名单，成立组织啦。啊，大家都匆匆忙忙，都问题嘛。结果你啊看，结果放一个彭文正，是伊的政经官不了，点啊直直讲。啊，然后伊家己跳去幕后，慢慢创啥，钱也唔摕出来，啊，也唔资源，慢慢。哦，李秀莲连署哦，啊，就加讲我是了投的教会，互你就我无会体力，嘛无会财力啦，吼、哦。那如果吼，那、哦、有一个财团有法度来募款，用公开的这个基金会，还是讲一个吼、哦，有法度确定讲要来拼。我会用来带袂要紧，但是若无的，我家己无财力，阁无体力啦，哦，因为我甲10年前的体力差真济啊，啊，只是讲咱这嘴也袂死，头脑也会活，哦，也有法度逻辑分析事情，所以有你多谢你，吼、哦，啊，但是我即摆咧讲啊，即个第一个就是叫激进一帮人来抽走一边一个的票，因为我来讲啊。甲一边一个有基层，佮有群众魅力，佮有迄实力尔嘛，其他拢咧算假嘛，其他迄票尾啊拢0.几%，0.几%，迄是创啥？迄烂趴，对毋对？啊，家己佫不自知之明，都甲因讲，都现主持恁咧转假啊，啊，家己佫听无。啊，四六岛叫迄个苏正芳，苏正芳就李登辉人啊，啊，莫怪拄开始就逼走一挂人啊，都。踮啊咧分崩离析，好，我家己搁摕第二名，笑死人！啊，家己也袂晓做，也毋知影要选战策略，啊，啊，拢各地也无支持者，也无志工啦，啊，甲派几台车，啊，请迄一挂
啊，宣传车子啊，你讲是要创啥？你无入金，无去宣传，无去组织，你要讲宣啥？那一边一国无钱，罔无钱，但至今还有一些啦。虽然我知影讲吼，阿扁们的几个团体吼，小可拢袂对等吼，啊，佫拢袂晓想要安怎组织，要安怎去宣传招募吼，煞来爱佫有说明会。我讲到足一届啦，你无先自信、说明会、宣传、招募，你无一个稳定的组织，你要怎动员嘛？当然，这是未来佫讲啦，吼、哦。啊，第一个讲讲激进，就是要来破一边一国的局。啊，我讲这小党吼，你毋好看伊票少呢。伊若是全国各地吼，拢、哦、去好，摕着李登辉的资源，啊，踮遐咧宣传华丽建国，宣传啥物有诶无诶，吼、哦，啊，然后啊，即卖芒果干，吼、哦，啊，佫会乌伊讲哦，诶，即卖小党历史真济啦，吼、哦，我拢老诶啦，啊，你投互伊拢假浪费诶啦，啊，是毋是影响啊？所以啊，看，买啊，即卖剩三个，如民进党莫讲啊，对吧？一个时代力量，一中北部是了也知啊。因为即届未愿投民进党啊，还是有一大堆嘛。当然，因迄个不要分票嘛，互伊维持基本盘了400多万嘛。啊，但是激进就是因为蔡英文为着要建立阿扁啊一边一国，所以啊，互伊嘛达到3年多，皆大欢喜啊。陈佩尔条有一席会。七立委啊，甚至有3点超过3%，一票50元，一年3.5%才40几万票，吼、哦，40几万票，50元，一年就2000多万啊，真好用啊啦！只一个少年的小党，啊，拜都唔免靠串门店啊，啊，搁摕个几千万、几亿万呢，吼、哦，即个摕个叹海呢，夭寿即种人纳税人呢，哈、啊，哦，啊，即、這个。即个小党无法度达到效果之啊，但是有法度互你一目混珠，互你乱局干扰战术嘛。啊，第三，我咧讲即届开票仪引吼，即届人传话讲，台联的主席刘益德啊，踮遐咧讲吼，我若输行动哦，不如就收摊啦。欸啊！台联即届就甲我真早就讲，激进人，迄、那个民进党蔡英文都甲你李登辉的台联放杀啦，就是要去扶持激进啊！啊，激进当初甲你干嘛才30几万呢？啊，激进规个拢走，你有法度得偌济？我毋知估计讲啊，大概剩无10万啊，个人啊，剩无5万啊，啊，安尼你阁要赢新党？行动最起码是台北，也有一寡实力嘛。其实刘益德讲这讲快收摊，是咧讲吼一边一国行动，都咧屁收啊变啊啦。讲你一边一国好收啊啦，你嘛输行动啊啦。欸，讲到这点吼，所以今仔节目吼较精彩，我慢慢讲。啊，哪个咧？奇怪，我昨吼去看，我是红山。阮咧，阮即个选举是南大的你哦。若要照讲，你若讲足亲热个，你的票大部分会输是，即亲拿的。啊，行动是亲拿的嘛，所以票应当袂赢伊才对。哦，如果若讲有一款分票效应是，结果哦，每一个票箱一边一国行动拢赢行动哦。当然，一个票箱可能输2票啦。但是真5个票箱的款啊，剩咧4个票箱拢赢要1倍以上。我甲看一个票箱26票，因只7票；一个票箱我15票，伊只6票啊，5票尔。加加起来，一边一个行动党要100多票啊，行动加起来都也无到50票。是我这南大的你咧，啊，你讲台北市行动会较济无毋对？但是呢，
两党拉锯，芒果干之下，行动嘛是泡沫化，尤其反送中是加一行动都袂倒去，何况要有统促党的呀、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开票开到尾啊，是我看讲，诶，一边一个还有新会第八名，要赢过行动的一组啊，忽然间哦，郭长龙来讲，无啦。咱只要输行动啊，讲真硬气啦，安尼就有那个玄机，也是有蹊跷哦。佮加这台联的刘一斗讲这个骗术，一边一讲，若输行动的话，就收摊啊，是毋是有即款效果啦？忽然间。无几分钟，只要我都明明看到讲，我第八名跳过尔，讲无十分钟以内，佫加一寡票入来。忽然间，本来领先变阮第九名，而且因变到那就一点四，阮剩一点因呢，还要差0.3呢，迄票安怎来？台北市敢有一日收关啊？这是毋是佫边开票边投票的效应啊？钟贤伟、李进良即种人吼，即个选票听讲有作票的可能哦。那我无证据，但是已经有人咧传咧讲，因为我咧翕到的票数，迄登记了哦，都有可能啊。而且我咧讲啊，是啊，政党票买啊两大栋，拢无人来干票哦。有的还剩我一个踮遐咧看尔啦，甚至遐小栋哦。我有看到时代力量来看，至今嘛无来看咧，嘛买也无紧咧，伊咧3.几%，若阁加几%，伊嘛两成咧，是啊，无咧注意，放心交互蔡英文安排啊，毋免干票啦，何况遐小党，我著讲遐选假，包括许多都也无人啊，台本党那边讲的是维新党，遐都假嘛，包括立党嘛无人来啊，立党因2.外%，照讲。伊若争取一个3.外%，爱加注意才对啊，结果拢无啊，尤其两大党资源咪足济，最起码嘛拢有派人来，结果因无咧关心啊，无管票都弄弄啊都，你480，我470，皆大欢喜，大家13。过来，我昨有小可咧讲啊，即个民众党啊，我讲即足问题咧。当初要到尾啊，是都4席3席啊，民众4席啊，时代力量3席啊，民进党14席啊，因为伊的趴数差不多安尼嘛，忽然间民进党的票数不增加嘞，迄倒位倒位来，会跋土豆吼，电脑会跋土豆的款哦，是毋是啊？忽然间，蔡壁如第5席的，这对柯文哲来讲是重中之重哦，重中之重哦，因为所有上大的亲信，伊的亲信人马，唯一就是蔡壁如，其他拢是尾仔夹来嘛，所以头前几名，伊拢邀去加些字，蔡壁如你莫排前一名，第一名，因为我提名字也8席的，我要入10个几个，所以排中就好啊。果然啊，所以讲民众党是绝对要甲有伊把柄的人啊，我讲啊，蔡英文啊，爱讨伐蔡壁如去哩，所以昨忽然间啊，佫尾啊，佫加一讲啊，民众党哦，158万好，佫加一席。皆大欢喜，靠腰啊！对咱本土来讲啊，三啊一到三拢不准，一到三拢无法度心想事成。奇怪嘞，因内面爱拢有啦，拢遐拄好啦。我看民进党14席第14名，迄个什么什么尤义芳啊，什么什么无名无姓啊，所以答案不是出来了吗？迄个。顶年哦，等于去年啦，2018的11月24号，同款，边开票边投票，就是要弃咬保科啦，就是让柯文哲选上为主啦，
才要停止机票啦。啊，即摆你看，选一选到尾啊，都差不多盖棺论定啊，都差不多底定啊。啊，忽然间佫跳一个火，真正蔡壁如丧。啊，所以确定因科同路人嘛，其实我真早就讲啊嘛，对无？因互相有把柄嘛，伊就是要互伊安尼嘛，对无？啊，若佫看无的，佫咧骂柯文哲，啊，你先爱骂蔡英文啊？你想一边迄个台湾国办公室的陈进南啊？我你要骂柯文哲，你先骂蔡英文啊？啊，黄国昌，你逐概拢咧监督，哦，拢咧足够足够作弊的，但是你从来都毋捌骂蔡英文啊，煞的。始作俑者蔡英文，结果你阁要讲提蔡英文呢？哦，安尼答案不出来嘛。所以我毋才讲，昨昏咧讲，他有总统票，加政党票，加要300多万票，啊，即种足离奇嘛，有离奇就有原因嘛。谁是最大的获利者？离奇不合理的地方，最大的获利者就是嫌疑者嘛。讲到几个解啊，所以。我讲，因遮李登辉甲蔡英文的人，都、就是无爱互阿扁佫重现江湖，有发挥政治影响力的余地嘛。一挂小党的人，甲即阵了看无。当然，遐个小党拢有问题啦。若无要真正要甲一边一国整合，人毋是讲我要甲你撮，你来撮嘛好，但是大家好好讲个整合嘛。安尼，即摆轮廓出来，好啦，我昨已经讲啊，吼、哦，分析反分析，现实反现实，吼、哦，即摆你都讲，如果若无法度翻盘，吼、哦，甭讲政治个论文嘛拍无效，因都翻查起来一招，吼、哦，因都啊，即、這个面皮，即、這个大家咧顾个，好，安尼咱就就事论事。照拼照行，中国逐家反对甲伊做伙啊，会阁发撤掉，爱人去甲批啦，去甲要求啦，去诉求啦，无你就是讲打假球啦，人民早晚爱发觉醒啦，啊，你拼在个经济啦，拼经济数毋是数字好看啦，毋是讲哦，迄点仔假造数据啦，结果拢是。财团、政客、政治佬啊，皮毛的靠底啊，爱好人民，人民的民生才是经济发展，民生获得保障、获得权利，正是啊、哦。所以咱就是，虽然一边一国强冲突，但是本土派绝对无失志的。美国即卖咧逼台湾爱好好顾守台海安全，咱就一只好监督哦。袂使互伊啊打假球了后，啊，搁使去互习近平的吼、哦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阿扁也讲要退出政坛嘛，啊，你着甲创到内底啊吼，绿色媒体钟连芳啊，钟连军，恁即帮人无讲，第二任连任了，就有法度直升啊，因无压力啊，嘛无所谓所谓公司啊，好，请恁照拼照行。若无就有问题啊！哦，吼、哦！而且咱嘛呼吁民进党啊，若真正是得饶人处且饶人啊，啊拼较苦嘛，已经甲恁民进党拼甲，互恁有法度出双好辣的，饶了他吧！伊讲要退出政坛啊，我嘛讲好啦，退啊啦，吼、哦，啊退啊啦，互伊安享天年啦，吼、哦，因为。看你要设定一个四月七日郑南榕啊纪念日无？啊无的228上好的即个，更加好的就是啦，年要到啊，1月24就过年啊，25开始进前，你都爱互伊特赦啦，放互伊好当伊安享天年啊啦，吼、哦！当然，你若要爱伊的政治智慧，也是建言，也是伊的经验。迄是其次，但是我想阿扁总统，伊也切心啊，伊也无去管啦，吼、哦，袂去影响到你呐啦，我甲你打包票啦，因为阮已经知影伊的知识伫阮的脑底啊，啊，只是阮无法度
讲哦，叫恁求恁讲绝对爱特赦伊啦。但是你若到即阵无照片照镜，无特赦吼，我讲早晚会甲恁误出来，恁到底遮无人性诶，台湾人绝对会发现真相诶啦。无恁再试看卖，就是爱拼总统，大家好来好去哦。啊，阮继续为着民主发声就好啊。哦，暂时也无需要甲你拆破个真面目，但是甲你讲到遮明显啊。啊，若阁敬酒不吃喝吃罚酒的话，吼、哦，大家在路上见啦。当然，恁即摆阁全面执政啊，阮无可奈何啦。但是美国遐早晚伊会出手啊，吼、哦。好啦，晚安。若有啥问题，咱阁继续来开讲。